咱们的话呢，这款就是我们的冰淇淋机了。然后的话呢，这边消费者的话呢，只需要按照操作，那么这个冰淇淋的话呢，它是可以直接出来的。首先的话呢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第一个这个是蛋挞口，然后这个是购买界面，这个是出尿口。消费者的话呢，这边只需要把这个一块、五块、十块、二十块放进去，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冰淇淋它是可以说自动的出货的。下面的话呢，我来进行一下操作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边只需要把这个钱呢、啊，我们这个钱，然后的话呢，只要从这个上面放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它就会显示一个金额。首先的话呢，如果说我这边有三种那种口味啊，一种、两种、三种，这三种口味的话呢，我这边的话呢要进行一个选择。比如说我这边要选择第二种，那么我这边直接点一个购买就可以了。看清楚啊，你看它这个出尿口和这个取杯口它都会同时打开，你打开之后的话呢，这个里面取一个杯子出来，然后的话呢放在相对应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子，那么这个操作的话呢就完成了。